主席、各位委员同仁、列席的各单位的首长，本院我们本席啊，跟27位其他的本院的委员啊，有鉴于啊，这个国民大会啊，很早就废掉了，已经走入历史了哈。但是啊，我们农田水利会啊，组织通则啊，相关的这个条文呢、啊。这个相关的条文呢、啊，本来就应该要这个配合啊，予以修正，让我们那个法律啊更臻完备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们立法院在93年啊8月23日啊第五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的时候，第三次会议啊，我们已经通过了宪法增修条文。换句话说，宪法的修正案废除了国民大会，从此国民大会啊就正式啊走入历史，并在民国94年6月7号啊，经国民大会予以复决啊通过，所以啊，既然是这个国民大会，这个已经走入历史了，那有关国民大会的相关的法律条文呢、啊？我们也有必要来配合啊修正，所以本席跟其他的委员，特为了让这个法律啊更臻完备啊，特地来修订提案修订呢、啊，这个农田水利会，组织通则，这个第23条，将原现行的条文啊，这个最后面一段的一个但书，但国民大会代表不在此限呢、啊，予以删除，这个让我们这个条文呢、啊、能够更臻完备，以上也敬请我们各位委员呢、啊，大力支持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。